整齐步伐轻轻踏过住宅区，踏过闹区，伴随口号说环保。地球要回收。桃园慈济志工300多人多动线推广，走进店铺，向商家，向顾客。出门哈，环保袋带着塑胶袋啊，尽量卖烟，他无就装木屎一样。好好好，你拢在欠水。水开小一点啊，家里的水要开小一点啊。做好事大家一起来嘛，不分你我大家都要做，支持环保救地球，好棒。将脚踏车改造成迷你餐车的年轻老板专卖纯素轻食，也鼓励民众自备环保餐盒，减价优待。这一夜环保心不分年龄，地球就是一个我的家，全部的家，全部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就是要这样爱，要把它当成我的家人一样爱。我们一起爱地球，赞！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桃园综合报道。